算平台要鼓励大概率，为什么来这边呢？可以看到吗？铁人已经上好了，意味着什么？这边差不多好了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今天我们在做什么？今天我们在做装灯啊，安装的东西，都全部上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先看到一进来有一个超级高的这个循环出来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然后这个里面它是可以放普通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放些鞋子啊之类的哦，非常方便啊。然后这样子来可以放些你的内拉钥匙之类的，很方便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呢，可以给小坐住去穿鞋子啦，下面可以放一些收纳性的东西，像袜子之类的啦。OK， 来我们往里面看呢，那这边住进来放了一个电视里，先讲解上啊。OK， 然后这边一个小孩子住，我可以看到这边是小孩子，然后这边是这边看一个玻璃的。为什么放玻璃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不要让雨水进去啦。哦，看，你给我看，然后就是全部啦，而且讲不掉啦，规规巧。这边也是一个圆角啊。OK， 我们是可以就是故意这么简单，大家来看好啊。然后这里放些白色这个东西哦。OK， 然后我们去组合看一下，组合发现了这边，可以看到哦，我这边衣服还有什么这种衣服都给这么，这里的东西超 nice。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衣橱，然后衣橱我们都是使用开门的啦。啊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吊底布跟吊脖嘛，所以我说给他吊脖了。然后呢，啊，这边还有镜子 ，OK， 还有床啊 ，OK。然后这边我们也是有做什么床，有做什么 ，OK。然后这边这边也是一个吊脖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冰箱来了，一个粉红色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冰箱看。然后我们我去厨房开门，厨房是压的，来，这边你看到有一个，看看，做出来煮的时候就可以把里面的水喝了。如果是要煮的话，你把它打开，非常好啊。好，那里面这里呢，我可以看到，这边就是一个优秀的厨房，越塞越香。这边，这边是我们的冰箱，这边是我们的洗手的地方，做搭配划算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吗？洗衣房。洗衣房呢在这边，然后原本真的是空的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窗口啦。所以如果是想说你不在家，你锁着就用它，雨水穿进来之类的啦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边，好，期待它的完成品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关注我们。